我是樱桃园文化总编辑秋光。地下室手记是一本可以让你看到自己，也可以让你走进社会的一本经典小说。俄国文学经典杜斯托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出版至今已有151年，重读经典依然深刻。他看起来像是一个，一个宅男，他是一个封闭的人。所以你看，100多年前杜斯托耶夫斯基，他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了啊。所以这个《地下室手记》，它里面探讨就是一个人面对自我的时候，他面对生活的时候，他如何协调自己的内心想象世界跟外在的世界，他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要如何去面对。本周让俄国文学专家秋光带我们翻开经典，找到自己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